有钱人喜欢搞慈善，于是就有了慈善员。他们喜欢在慈善场合狩猎金龟婿。当下春田镇流行的慈善是给穷人盖房子。按照惯例，红墨也来凑热闹，刷油漆刷起了行为艺术，油漆弄脏了结婚戒指。丽莎仔细端详，这不是婚戒，而是包着锡纸的创可贴。红墨说，婚戒早就丢了，这么多年全靠锡纸维持婚姻稳定。去掉戒指的红墨被刚赶到的猎人注意到，这两位慈善员正在物色目标。看到红墨手上新鲜的戒指印，那意味着钻石王老五刚刚落单。猎人姐妹花围过来轮番进攻，但红墨毕竟是专情小郎君，全程都在说自己的老婆有多好，还生动地展示了老婆威猛的形象。可这被路过的马姬看到，糟糕，那迷人的风采只有在谈恋爱时候见过，莫非他爱上了别个女人？回到家的马姬忧心忡忡，他问红墨是不是不那么爱自己了。酒精这类问题考验的红墨对答如流，说当然不会，我稀罕着呢。其实对于爱不爱我的问题，女方心中早已有了答案，就像手握证据的警察，提问只是在搞你的口供，你可以保持沉默，但他还是会贯彻自己的意志。马姬走进了春田镇整形医院，跟大多来这里的人不太一样，他的心愿很朴素，只需要牢牢吸引住这个胖子就行。工作人员根本没看照片，他不在乎你想吸引谁，只要他还是个男人，吸脂加填充手术 99.9% 能让你心愿达成，留下 0.1% 纯粹是因为我不想把话说得太满。科学和迷信的分界点就是我错了，所以我可能会错，但这个赔率不值得你去赌。马姬躺在手术台上，回味着整形医院的科学精神。他有几个问题想问医生，医生直接给他捂上了麻药。时间就是金钱，为彼此都省一点钱不好吗？几个小时过后，马姬终于醒来。隔壁床位的手术很失败，医生不知道把本该植入的硅胶放哪了。对此，马姬了然于胸。他在星巴克点了个中杯，却得了一份超大杯，这究竟算不算事故？医生表示，当然不算，这是多么富裕且慷慨的行为。你要做的只是把这种富裕和慷慨传递下去。马姬拍案而起，玩忽职守的人还敢狡辩，看我回家喊我老公过来跟你理论。医生憋住不笑，好，我等你老公来。等他送我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妙手回春脱贫致富。这样吧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回家考虑48小时，体验一下由俭入奢的生活。如果到时候还想由奢入俭，我可以成全你，再送一个刮腿毛的套餐。马姬气冲冲的回家，生理上的转变很快，但心理上的惯性还在，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只是因为他习惯了贫穷。富裕不是罪，是习惯的罪。马姬一爬上高峰，却假装还在山底，他甚至想瞒天过海骗红墨保持清贫。先富不愿意带动后富，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。坎坷的人生路上，穷人只能两眼一黑，全靠自己摸索。 What's this? Oh my god, there's another one! 红墨就像中了彩票的老汉，很难把握住从天而降的财富。 Hey, what happened?穷人暴富后第一反应往往是炫富。红墨提议明晚去吃顿大餐，去镇上最好最热闹的餐厅。马姬似乎已经习惯了富裕，接下来就是要慷慨一些。他心情愉悦地挑衣服，进门后的丽莎大为震撼，家里的衣服怕是已经配不上你的气量。镇上最火的餐厅一桌难求，弗兰德一家被告知没做了，失望而归。老板的语言中枢遭到强烈干扰，高傲的他立刻变得谦卑。桌子还有很多，只是要讲一点演员。我看施主就很圆啊，不，就很有缘。今晚我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那就是给您做一份新鲜的意面，而不是那种罐头里面倒出来的冷冻货。您要是嚼东西嚼累了，我店小狼狗还提供代嚼服务。此情此景，红墨觉着还不够，他站起来放声歌唱。我本想低调，但实力不允许。餐厅里的男人们上到100多岁，胖到400多斤，都把持不住自己的目光。明明只是几两重的肉，却像黑洞一样让光无法逃逸，这究竟是科学的迷失，还是人性的沉沦？答案在歌声中飘扬。一曲作罢，店里就餐的经纪人过来攀谈，说我是模特公司的，你的气量加上我的才华，肯定能成就一代超模。马姬平淡如水的生活起了涟漪，他应下了这份邀约。第一份代言是为烤箱手套站台，欲望如火炙烤着观众的心，他们很希望自己是那双手套，既然做不到，那就买双手套，这是成年人早就熟悉的妥协之道。对此马姬也不能例外，大器晚成的他也不得不向岁月妥协。老腰实在是有些不堪重负，只好用贝贝家来搭把手。为了窗外期待的眼神，这一点狼狈又算什么？马姬的后背越来越疼，但经纪公司不允许超模愁眉苦脸，打一针笑口常开的药水，亲爹死了都哭不出来。马姬登台介绍最新款鞋拔子，台下的男人们听了5分钟后，虽然不知道在卖什么产品，但又都表示对于两大卖点印象深刻。
此时巴特正在不远处帮助自己的爱豆搞营销，他的计划是把苗浩斯当诱饵置于大象萌萌的蹄子下面，这是一头训练有素的大象，当小丑冲出来大喊口令富裕且慷慨，大象就会立刻躺下，这样小丑就成了解救少年的英雄。事件营销的精髓被巴特拿捏得死死的，但总有些环节是他不能掌控的，比如骚动发生后小丑太紧张忘了口令，他随便喊了一句般若波罗蜜，说者无心，大象听了有意，以为要吃波罗蜜，抓起孩子就往嘴里递。红帽眼看自己的孩子身陷危机，他立刻挺身而出，感同身受。警察瞄准大象准备击毙，但是他们的枪法马基略有耳闻，中枪的大概率会是红帽，他必须做点什么来吸引他们的目光。马基解开封印，宛如坍塌的行星孕育了黑洞，让一切目光都无法逃逸。宵小之辈瞬间缴械投降，小丑也情不自禁地喊出富裕且慷慨，口令正确，大象应声倒地，小丑成了拯救孩子的英雄，孩子的母亲则占据了更大的头版，到底谁更伟大一目了然。马基去整形医院修复了黑洞，这是平淡生活不能承受之重，他也相信侯默不是那么肤浅的人，爱才是最好的催化剂，我这样撩你一定很心动吧。侯默心如止水，说咱们去吃晚饭吧。